很激动，因为没有想到现场的粉丝这么的多。全部操作之后呢，我们会跟大家进行一个采访，这个时候大家会知道他们接下来一些近况会去哪里，那以后的每一站都希望在场的每一位都会跟着他们。同时呢，今天还会有很多的抽奖跟互动的环节，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屏住呼吸一起观看我们的节目。그리고오늘해우시청도진행을할겁니다。好，接下来呢，好，大家请安静。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要请泰妍用中文跟大家打招呼，好不好？泰妍，少女时代的夏薇，大家好，我们是少女时代的思雅。大家好，我是少女时代的雨丽。大家好，我是少女时代的天少女们好高兴，我是少女时代的老幺。再来呢，我相信有少女时代今天看到这么多粉丝，他们自己的心情也是特别激动。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他们接下来的一些近况和最近有什么东西特别想要跟我们现场的歌迷进行分享的。少女时代的여러분들요즘뭐하고계신나요？네요즘에는저희가앨범준비때문에네좀바쁘게지내고있는데요미리여러분들이보셨을거예요살짝공개가돼서 Mr. Taxi 现在准备一张日文专辑，我相信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地方特别想去但是一直都没去的。이번에두번째북경에오셨다고얘기해줬는데요혹시꼭한번가보고싶은데가있으세요혹아니면평소에도관심을가지고있는곳이있나요성녀시대멤버들다같이만리장성에한번다시연락가보고싶어요我们少女时代所有的人想一起去一次万里长城玩一次。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你们肯定在想他们打算哪天去，对不对？팬분들이지금언제가시는지알고싶어요지금모르겠지만꼭그새우나가는만리장성뿐만아니라저희매니저분얘기들어보니까별무늬의거리라는것이있잖아요그래서한국의대학교같이네북경도근처에그런것들아마도그런것들오히려저희나이또래에서제일맞지않을까除了万里长城之外，我们还有我们听我们的经纪人说过，在北京也有像韩国那样比较繁华的年轻人经常去的地方，比如说三里屯呐这样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年龄还很年轻，所以我们也很想去那样的地方玩一次。所以大家可知道了，年轻人聚集的地方都会有他们出现有可能的身影。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可以想，接下来他们要去哪里，我们就跟进过去了。那其实呢，少女时代在研究新的 IT 产品之后呢，相信平常也都是在使用。我想问一下，他们平常都用三星 IT 的哪些产品？소년시대여러분들이지금삼성제품을홍보를하고있는데요혹시평소에도많이쓰시죠어떤제품을쓰시는지한번얘기를해주세요네삼성제품중에서노트북이있는데아주예쁜핑크색가 노트북을사용하고있습니다굉장히예쁘고모든소년시대여성분들이같이좋아할것같습니다我现在用了一款三星的笔记本呢也很受少女的欢迎，所以我现在也很喜欢。其他成员呢还有没有在使用？
하지만저같은경우에는프린트기있잖아요프린트기를이용해서대본도뽑고또저희작업실스케줄도뽑고자주이용하는것같아요三星有很多很多的产品，但是我个人呢，现在正在使用它的打印机，我觉得很方便，平时打印一些台词剧本啊，还有我们行程计划，我非常喜欢。好，还有吗？또혹시또다른분네숙소에서 TV 도삼성 TV TV 가정말너무너무깨끗해요그래서화질이너무좋아서지금영화같은거는꼭在我们住的地方，我们一直在用三星的电视，我们非常喜欢。好的，那我们要派其中一个小代表来说明一下，他现在在使用三星的 IT 产品的时候，就是很贴身的一些感受。